哇，咁我哋行到嚟会展啊！我哋今日嚟睇呢个新城33周年 show 啊！点啊，靓女，你今日想睇边个啊？我想睇陈柏宇。陈柏宇？哦 ，OK。仲有咩？你咧？我要睇家谦啦，梗系。我仲有一个女仔 JC 啊，陈明。我之前你叫我同你一起睇佢演唱会啊嘛，音乐会定演唱会啊？哇！你睇下今日会展几多人？点解呢？因为有电脑展啊嘛。好啦，我哋差唔多入场啦。我哋去 Hall 5BC 啊，呢边快啲喎。系啊，快啲去啦！嗰边电脑展你使唔使去啊？唔使啊。头先咧以为好多人排队啦，原来呢度咧系派应援噶。多谢，好叻，多谢晒啊！帮我攞咗张啊，耶！家谦啊，正啊！哇，呢张林家谦弹钢琴超靓喎，好靓！你呢个都好靓咯。我哋上到嚟五楼呢一层啊，新城33周年台庆，呢边有好多花牌。呢度咧都好多人入場啊！我頭先啲人喺度講咧話咩派米啊，笑死我啦！就係呢個位置。Thank you。咦，有嘢派喎、啊！真係派米喎、啊！好搞笑啊，金鳳米。好多謝。你睇下幾多米？真系派米，米派喎、啊，真系见过喎、啊，金凤啊，都几好味啊！但系宝宝唔煮饭噶，所以我谂佢俾你啊！哇，你睇我哋今日几正，喺南区啊，最前呢度，哇，我好前啊！我哋每人一人一包米啊，有金凤米，最大金凤啊！嗱，今日我哋呢个位咧系第五行超前啊，前面有好多靓女喺度打卡啊！我哋今日个位好前啊，可以影一影个舞台。好啦，好多人啦、啊，开始。见到啤梨好多人捉住去影相，哇！见到马俊伟啊，小欣小姐，哇，好多人啊！哇，带埋灯牌咁巴闭。点啊，靓女，睇紧啲咩啊？我认真睇下今晚有边个。哇，有张可怡啦，张可怡喎，泳儿啦，陈柏宇啦，陈晓东啦，哇，呢啲我哋细个睇嗰啲星嚟嘅。诶，呢个后生啲，林家谦，有邓小巧，系喎。张柔美都有啊，诶系喎，陈伟全我识，系，仲有其他都识啲嘅，系啦，好，而家等开 show 啊，八点钟啦，开 show 啦。大家好，我是范振峰，欢迎大家来临，就是新城33周年台庆 show 啊！
咁啊，今晚嚟到我呢個生日 party 咧，都係一啲咧我哋最尊貴啊、最尊貴啦嚇啊，咁啊同埋一啲咧就係陪住我哋成長啦、蜕變嗰啲嘅觀眾啦，咁啊大家咁多年都好支持我哋啊，所以我咧個帶頭咧同埋我哋連同埋我哋咧兄弟姊妹咧喺度咧就係僅代表新城廣播多謝大家。英文的 slogan 就台慶方面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希望大家咧做回自己，繼續發亮。大家好，我係思敏。嗱，其實咧，我哋新城廣播咧已經踏入咗三字頭啦。喺呢三十有三嘅日子裏面咧，其實喺人生當中咧，可以話係一個穩打穩扎嘅時期嚟噶。咁所以咧喺呢度咧，真係要衷心多謝咧新城廣播啦，去到咧為我哋一班嘅前輩啦，我哋呢班嘅後輩啦，係啦，咁一齊咧去到咧即係打造咗一個黃金時代嘅。咁所以咧喺呢度，我哋好開心啦，四位咧代表住我哋新城電台、新城廣播嘅 DJ 同事咧，一齊去到要同新城廣播講一聲。生日快樂！大家好，我是 Esther 陳以婷。咁我作為後輩啦，作為大家嘅小師妹咧，咁都好想同大家回顧一下新城廣播嘅33年噶。咁其實喺過去嘅33年之間，真係有好多好多嘅創新，好多好多嘅搞作啊！而由開台以嚟啦，我哋嘅三條頻道就已經係全天候咁樣咧照顧住所有嘅聽眾噶啦。冇錯 ，Esther，Hello 大家好，我係大家嘅小師弟，我係 TVB 彩鑑青，大家好。咁啊，講起呢一個新城廣播嘅三大頻道啦，咁我真係要講一講，其實佢真係包羅萬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噶。先講一講資訊台同埋財經台啦，佢哋會以廣東話啦。A few moments later,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好啊，好啊 ，TMAX 一於咧就即刻打頭陣，送上你首新歌《大細路》啦喎。好 ，thank you。好，交俾你啦，志寶。開始 C 世代歌手 Show Connie。先由我打頭陣，大家好，我係天命蔡錦青，送俾大家我第一隻派頭裝扮大細路。
我哋大家同所有觀眾一齊嚟花張世紀大合照，好唔好啊？好，喂，請翻佢哋上嚟先。嗱，呢張可遇不可求嘅相啊！嗱，我作為一個即係今日嘅後後輩咧，所以帶領住呢班 Gen Z 嘅歌手朋友們咧，其實都有啲壓力。咁希望喺呢個借啲呢個機會啦，再一次俾掌聲，所有今日 Gen Z 演出嘅歌手。好，嗱，我哋不如調翻轉啦，我哋擰轉先，我哋擰轉先，係啦，我哋觀眾係我哋嘅背景，因為你哋係以呢一張相嘅。好啦，有請埋我哋嘅攝影師哥哥上台先。嗱，我哋不如分兩排，我哋褪後多少少，分兩排。係啦，嗱，著褲可以喺前面嗰啲，我哋喺前面先。係啦，著褲嘅可以喺前面嘅，我哋可以喺前面。我褪後多少少係嘛？好，再褪後多少少。係啊，我哋見到啊，哇，喺成邊收得位銀紙咧，係啦，耶，係啦，預備啊，我哋望住先。你都過係嘛？好。我哋咪要轉下風扇啊！冇風扇，我哋轉啦，轉啦，轉咩話？哎，好啊！我想同阿 Sir 做呢個，可唔可以俾呢個？唔係，有活力啊！哇 ，Team S 打頭場咧都清晰啦，哇，勁咁樣啦，就請出咧就係師弟檔嘅歌手啦。呢個時間都要我哋出張牌啦，出翻張牌咧要貫徹翻我哋今晚嘅主題咧，就係做回自己咧，繼續發亮啦。有啲咩咧係我新城廣播咧一開台對我嚟講就係咧做回自己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新城廣播嘅劇團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咧由最初啦，係啦，亦都係咧就最早。葉力將同埋陳建安，因為一次工作上面嘅嚴重失職咧，就要引咎辭職嘅，好可惜。不過咧，我好拍檔唔係我好兄弟啊 ，PC 咧，佢就介紹咗我去呢個 Spark 共享愛情、事業、兩失業。我同佢嘅關係糾纏不清，嗰時真係覺得好辛苦，所以咧我就下定決心同自己講，我唔可以再重複犯錯，愛情。同埋事業一定要分得好開。Gary 就話冇所謂，其實佢知唔知道冇所謂就係我嘅死穴。而家有幾閉翳㗎？你睇下，連恤衫都冇錢買翻。因為公司裁員，但又不夠膽讓我老婆知道，所以每天就騙著她去共享空間那裡炒下股票扮下上班啊。但我真的低估了女人的偵探能力，我老婆最後都是發現了，她說我有古怪，提出離婚還趕我出街，之後大吵大鬧上到來共享空間說要捉奸我，搞得我們今天出牌呢都是傾盡全力的，是不過斯文啊，是怎樣呢？等陣這個環節呢，我覺得真的有少少可疑啊。你的樣子真的很可疑啊，為什麼呢？事關呢這位朋友呢，我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在我們的幕前見過他的了。是咁佢咧就係我哋香港知性美女星嘅代表張可怡啊！張可怡小姐，係啦，其
實咧，我哋今日啦台慶嘅英文 slogan 啦，我哋嘅 Be Yourself, Spark Brightly 咧，都係由佢去到創作嘅。喺呢度咧，要衷心多謝佢。亦都喺呢度咧，希望趁住咧，我哋現場8000位嘅朋友，希望你哋以最熱烈嘅掌聲，能夠歡迎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張海怡小姐，有請，歡迎。緊張死人啦！大家好啊！希望今晚我喺度可以用呢个舞台去分享一下我对呢句 slogan： 做回自己，发光发亮。其实呢句 slogan 下面其实真系有好深远、好深远、好深远嘅人类意识喺里面。不过我今晚会尝试用我呢个版本，因为我做咗好多个版本，我呢个版本。今晚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做回自己的生活可以轻很多。因为这句 slogan 你听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什么内在感觉？好轻咯，哇，舒服晒。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做回自己的。其实在我们的 God或者是 Source of Creation， 如果有 New Age 朋友在这里，或者佛教的朋友，天地之道， OK， 我们看回他的造物创造物，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很好玩的，他是很低能的。Woo！ 今晚多谢新城电台给了我这么有灵魂的电台，舞台给我可以讲到给大家听这条锁匙怎样去创造你的生活，怎样去改变你的现实。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 Ramon 刘启豪。大家好，我们是 DJ。我是 Vincent， 我是外仔，我是 Anna， 我是 Bernard， 我是 Alan。 我們今天準備了很多首不同的金曲跟大家一起慶祝新城電台33周年的台慶的，祝新城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What the bag， 你是我的 What the bag， 你是我的 What the bag，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伴我念挂。人生变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或别人同我擦汗，仍有个的家。小餐台沙发雪柜及本分红茶，谁可以对证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走去。终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脚下路程难见再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你与我的缘，无望别渴望，岁月长已十多，无论什么角落，他不过也是很小的舞台。
擦身过，你说是上帝的。A few moments later， 你那样情致，调和着我的强烈，我那样情致，长途跋涉，我入这刻的痴。俾我听下你啲声先。上面朋友你好啊 ，Hello， 今次咧特登翻嚟嘅，特登翻嚟咧喺度恭祝新城电台今年33岁生日，生日快乐！咁咧啱啱唱一首歌咧一万年，咁跟住咧，但系最近咧我都有出新歌喎，新歌叫做《大细路》，送俾大家，似一个放咗放大镜照出嚟嘅一个。是大的細路，你知唔知你呢首歌好勁啊，東東？佢係我哋新城勁爆榜嘅冠軍歌嚟，再次恭喜曬，恭喜曬東東。第二名咩？恭喜曬第一名啊！啊真係錯，我喺度話你第一。係啦，我哋全場嘅朋友，我哋俾啲掌聲東東好唔好啊？亦都咧多謝大家，我咧同晴主播咧就係嚟自原來生活好快樂。晴主播同埋我每日朝頭早咧8:30咧都會陪住大家啦。不過咧我哋有個環節咧就叫做自主人生，今日咧就搬到上嚟呢一個舞台。因為有陣時我喺香港唱歌咧，哇！我出嚟呢度仲緊張，我自己開演唱會嘅啫。唔緊張，今日你睇我哋啲歡呼聲幾犀利，聽到節目都得。除咗老朋友之外，仲好多高層啊嗰啲喺度噶嘛。係，唔係高層都有個喺度，係高層喺下邊，下邊底呢度都有一個。你高啲，你高啲，身高啲，係。喂，我知道其實東東咧都非常之忙碌，真係衷心多謝。係啊，因為每一次咧，我哋嘅新城嘅活動啦，新城廣播活動，你都真係出心出力支持嘅，多謝曬，衷心多謝。幾年前我嚟參加個勁爆頒獎典禮，係啊，好記得啊。係啊，係啊。同埋因為我知你啊，之前啱啱喺廣州啦開完演唱會啦。係啊，啱啱8月10日喺廣州開完演唱會。係咯，係啦。跟住我知道喺九月28日喺台北小巨蛋有會有演唱會，大家一定要支持。咁所以啱啱喺宣傳嘅，啱啱喺台北宣傳完幾日，咁啊飛咗，即刻飛翻嚟啦！呢家就曾經咧創下咗半個鐘頭寫80首歌，跟住咧有一箩箩咁好聽嘅歌，太多。今次咧點樣揀歌單咧嚇？今次都係咯，今次咧台北場咧會同呢、這個廣東場有啲唔同嘅，廣東場就多翻啲廣東歌，咁台北場咧我就即係想喺咁多。個唔同嘅階段入面咧，去揀一啲精典，咁啊放翻多啲國語歌喺台北唱。係，雖然啊，頭先你首新歌叫《大細路》啦，咁但我知道唔經唔覺咧，其實東東咧喺樂壇咧細細聲30年，咪係細我哋新城廣播少少，咪係。喂，但係咧有個秘密咧，我都係今日不知不覺，完全超出我自己嘅想像。冇錯，但係咧有個秘密咧就係聽講你咧好想咧組織一個。男團喎，你又成日都想㗎啦。新晉男團，新晉男團咧，我哋要都同你配對下喎，要配對翻個咁上下，好似今晚，好似今晚咧。哇！得唔得啊？呢個新晉男團啊，需要威力。冇啦，咁耐啦，我哋black black又唔得，不如 black black 咯，我哋今日要 black black 啊。我哋冇pink，其實有pink嘅，不過我唔係好出得街。black boy。係啊，嚟過嘅係。嗱，頭先阿東東係啦，東東係講咗佢都即係嚟緊都忙啦，咁啊都冇喺香港見到孫耀威一排啦。你係忙啲咩啊？我都係做緊巡迴演唱啦，啱啱喺5月開始就巡迴咗幾個城市，咁啊一路都好希望做得再順暢啲，再好啲咧。其實香港一定係咪即係應該係最後呢個壓軸站咧？大家會唔會嚟啊？我當你哋會嚟㗎啦嚇，到時。嗱，頭先咧，我知道咧，我會同兩位歌手咧就傾偈啦，所以我咧做咗個少少嘅統計。不過咧，呢個統計都要配合翻你哋嘅掌聲。原來咧，兩位歌手咧喺我哋咧新城勁爆流行榜入邊咧都攞過9首冠軍歌嘅喎。哇！真係咁啱得咁巧，真係一個組合嚟嘅你哋。跟住落嚟啦。係啦。終於有機會啦。話明係組合啦嘛，試試佢哋好嘛？好。好，跟住嚟時間交你啦喎。OK， 好，時間交俾你哋啊！2011年我哋新城嘅勁爆全球歌曲《那誰》，交俾你哋兩個演繹。Thank you， 多謝你，多謝大家，加油！我哋新組合，耶！
哋聽下你尖叫聲啊！你和那誰那天分手，你淚人像條綠色的手，頑固地種在眼睛一角，直到永久抹不走。但是浮留在生活亂流，我再扮波折一生自由，功德圓滿方可快下去。大事歸去，喜歡我們唱的歌，接下來我們交台給 Eric 繼續玩下去，好嗎？我們慶功見了，是幫我叫定份肥鵝，我幫你叫定個火鍋，出道其實就是遲新城兩年幾的時間，所以我都是跟新城差不多30周年左右，所以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這個陪著我長大的這個電台的生日派對，我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香港樂壇，多多支持我們新城電台，今天送给大家这一首我出道的歌《爱的故事上集》，希望大家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为着收视，这数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竟然不知。